好的我们在圆周率啊，圆周率。嗯。哎，你怎么样？司机找着没有？哟，他让我排查临时的员工呢。哎，我记得我在广州的时候，看见好多楼盘用的看房车都是这个车型。是吗？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，还没来得及给您请安呢。这是我广东行动的发票，请您笑纳，请您签字批准。等我回再说吧。啊、我着急。苏总，怎么样？申诉的时限还是无法延后，明天上午风险委员会的人就会来公司进行第一轮面谈。你跟夏冬谈的怎么样了？
我准备再找他谈一次。抓紧时间吧。嗯。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老方说那个中巴很像看房车。不用查了，可以确定那就是林氏的看房车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前面的车是银河的，后面的是林氏的。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化干戈为玉帛，合着伙撞你啊？那辆车不是银河的，要撞的人也不是我。什么意思啊？那辆货车的车身上是不是有新漆喷过的痕迹，遮盖了几个字单，遮盖的不是很严实？是的，特别是这个银子轮廓比较清楚，后面呢就看不太清楚了。那是关海林故意想让我看见的，意图嫁祸给银河。关海林。喂，床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他的药剂用量。哦，好。啊，还有6号床的病人，明天早上送去检查。啊，你到时候和小龙一起送过去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？准备出院。出院？啊。公司那边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去做呢，在这儿休息我实在是不安心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这几天忙有事儿做吗？挤出来一点时间，要不然就错过你出院了。我这都已经好了，你看，我现在走路已经不晕了，没问题了。我已经好了。那辆货车我查到了，上面有银河2个字。银河？你在帮银河？他们怎么可能害你呢？我只是说上面印有银河2个字，没说那辆车一定是银河派来的。是关海林。一定是他，他想用障眼法来迷惑我们。有没有可能是别人？不是他，那会是谁呢？后面这辆中巴呢？这是援助江南的看房车，有没有可能是你父亲安排的？不会。